Hello，各位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游戏时光机，我是实况主编嗨哥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继续回到密室逃脱模拟器的游戏之中。那我们上一次啊，成功的完成了埃及迷道的部分，全部都解完了。当然有些在限定时间内，有些没有啊，那个就比较可惜一点啊。但是不管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个世界，叫太空漂流。那一样只有五关。我们就开始吧。代币通常藏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，对，而且还很难找。OK，枕头。代币，我要闻的是按钮，哈哈。哑铃，哑铃也浮起来了。哦，代表小说应该是没用的，杯子应该是没用的，花盆。热色桶，紧急启动前要恢复电力，打开带有电力标记的地板隔间，电力分，将电力分流器会使用一个转盘将电力分流至末端。如果我们现在是无重力啊，所以 F 系统需要电力，所以我要找这个。可是这个看起来要扳手之类的，植物，哦，不行，代币，这是谜题，哦，所以我又硬敲破它。我现在是无重力，所要 F 系统，然后 A、B、C 珠也要有，所以我要 F，所以 A、B、C。这样子。哦，要是我。那我状况感觉一不小心就会被砸死的 feel 哎，奖杯、箱子、衣服，电力系统解开之后就通通解开嘞，工具。玩具机械，感觉刚有可能被砸死的 feel。哎，这有代币。电池、玻璃碎片、奖杯。哦，杯子碎片不是奖杯。这边有一支触控笔。所以我要用触控笔。船长你好，啊，安全检查。
件，所以我可能要很多火箭的样子。那等一下，抬起来，抬不起来，放弃。没有。哦，这里面还可以拿玻璃碎片，哦，好危险哦，这样。这应该是用不到的东西，把一些用不到的、看起来用不到的东西丢进去。这个不知道，先留着。这个用过了，可以丢进去。书想不到用法，先丢进去。枕头用不到，耳机不确定。虽然说我觉得耳机应该是用不到，杯子用不到，那可以叠加的应该是都是用不到的。这是玻璃碎片的样子，这个丢进去。螺帽应该用不到了。这是风琴吗？好像是。C 大调。看一下这个。紧急解锁协定。当门故障时，可以使用本船附带的紧急解锁机制。EDN 位于门的左侧，每个方都有一套工具解锁如下。啊，选定一下好了。这个应该是这个，显示红色叫感应故障，需手动重启旗舰附件 A， 可以使用个人电脑手动重启。在房间哦，所以我需要使用电脑。那我现在要安全性检查，对吧？啊，等我一下，行吧。没有东西，这边有电池。看到他快放出来的时候注意到的。应该是要这个吧。然后嘞，然后呢？不会吧，就单纯这样子而已吗？算了，放着吧。想不到，这应该是坏掉的电池，这应该可以丢了。
我、哦、上面还有东西。哦，不对，这是夹层的开关。这边的都开过了，狗狗呢？为什么它是黑的啊？还有什么地方我没收到吗？感觉都收到了。哎，哦，玻璃碎片。等一下，奖杯。所以我应该是，我猜了，我猜，第一个是火箭，我要知道火箭的数字是7，然后奖杯的形状是星星。那再来是个神明的，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北欧神话的神明名字。因为这是索尔嘛，这是洛基，这看起来像奥丁，所以 maybe 我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可是，这个看过了，这个呢，Best in Class。奖杯也没东西，我还以为会有一点，两只触控笔啊，哦。哦，而且有顺序。等一下，奖杯是2，然后，诶，我刚刚那是哪里看到的？火箭，这是什么？没有奖诶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啊。还是其实这个数字不是重点，可见我需要一个神字的名称呢。History or fire？想不到哎。哦，这里，奥丁，奥丁，亲爱的观星号操作员、墓园集团，欢迎您登上这艘第23次修订设计的船。我们已经从头修改了设计，生活舱比以前大了23%。船体的框架也有所加强，金属的咔咔声已经消失。今天小机会发生灾难，船上也配置了多种预备及人力操作系统。总裁艾瑞克明目，连续按5次可以启动紧急。
还没结束啊。不是啊，然后嘞？不是啊，然后嘞？还能按，代表还没解完咯。帮我开门吗？看来是不会啊。不是啊，我已经启动紧急协定了，然后呢？不可能叫我暴力破门吧？那我启动了，然后我到底干嘛？不知道，确认一下好了。我有啦，那叫我拿出三角形的这个，可是我要开哪里？有什么地方我要用到这个东西的吗？啊，这个啊，我没注意到哎。塞了包，它是叫塞电池的意思吗？哇，好像是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。那到底要你何用？现在到底要你何用 ？What？ 啊，掉了。哦，我一直没注意到，原来上面还有一个那个啦，上面还有一个紧急开锁装置，我没有注意到。一直有往，一直有抬头看，但应该说一直没有想到，很尴尬。来，下一关，下一关，可以，可以，我觉得我可以，我觉得我可以。哇，太惨了吧！
保险丝、无人机的配方、看金属感那个没什么用，这个破裂已经开始泄压了。轮机这边坏掉了，大于等于二，不，小于等于二。圆锥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个代币，这个不是啊。推进器，复制器说明。地板移除工具，所以我等等能移除地板。金属这可能要留下来哦。然后这边电的部分，我刚刚有哪里、啊？这里，这个吗？嗯，不是、欸，我还以为是这个。哦、嗯，这可以接哦。不行，先把电关起来。然后把电打开，门禁卡编程插入门禁卡，好，什么意思？哦，已损毁。那第二张呢？啊？等一下，一零二，好，等一下哦，我好像懂了，等一下，中间这边是一，这边是零。然后上面一二，然后下面二，不懂了，它有限定，这一定要还是说这个没有限定，只有限定这里要一，这里要零这样子。
其他没限定，说不定试试看。这里要一，这里要零，然后这边要二，这边要二。不行。二一。是不是这里？哦，这里我没有管。10啊，这个不能动啊。再一次，零没有，然后一零，然后二零，然后这一格要二，所以最好是这个，这个一，这样这个叫一，可是这个不能二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还缺了什么东西，等等再说。哦，这边有玻璃碎片。就吸起来吧。啊！我哪来这么多会用的？我已经没了。这个我现在是不是用不到？挖东墙补西墙的状态。放入金属。是不是？
是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他一定会从那个排，所以我这边要排一个一，然后这边要继续这个，然后要排一个四，启动。OK。做推进器哦，啊，可这样子怎么弄？每个指令分两个部分。所谓半满，么空。第一格填入实心，第二格填入多孔金属。先要把金属丢进去是吧？我要做这个。所以要再继续做这个，我以为它这样，我以为它实心空心这样叫一样，就不是。好，不难。锥是什么？圆锥是放在哪里？前面吗？哦，对。这是干嘛？
卡住了。是这个气压阀的问题吗？有可能。这个还没开过哎，看一下门把手好了，这个东西吗？还有一颗，这边是提示。哦，上面有那个哦。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线索可以用。像蓝色是气压，那红色是什么？开关而已啊。接下来应该就这个难题。备用卡围堵，它已经损坏了。对，这边还有一张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等一下哦，011，记得零。靠脑袋，上面是一二，下面是右边是二。
对，二一二，现在必须在这里。对吗？笑？为什么不笑啊？可读写？啊，我这样写没有用吗？错过了什么守则吗？确定一下，我总觉得我好像错过了什么手册。没有，是金属合成器啊。压力终端。至少你这样早就死了。感觉还缺了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想不到哎、欸。
对啊，我觉得我的门禁是对的啊。为什么他不给我读写？对啊，我这样子没有错啊。没有交代啊，他有什么？想不到了。而且我会觉得我 key 的那个没有错，会吧？打我脸。这边这个忘记按啦，好哭啊！早就过关的东西在一边傻子，好吧？欸，可是这样还是很奇怪啊。那那边到那个门到底干嘛的？还是说那真的只是干扰项而已？好啦，不知道。总之我们又过了一关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哎，因为工作关系今天比较累啊，所以那今天就先到这边了。感谢各位的收看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实况播放，那推荐 YouTube、FB， 在这些地方帮我搜寻“游戏时光机”，然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追随。想看更多影片，可以点旁边小框框。再次感谢各位游戏时光机，我是实况主播，我们下回合再见了，拜拜。在那边看，原来是少按一个，我一直有按。好了，拜拜。